带你们出去看个东西。我刚刚在遛狗的时候来了一个 shipment， 嚓！你们还记得上一期 vlog 里面我们不是有聊他要去 Home Depot 买那个大图吗？大图无非就是买一两包就 OK 了。你们看这是多大一包啊！这太夸张了，我的天哪！我蹲低一点给你们看这一件是有多大。这个人最近有点太疯狂了，搞 garden， 因为最近可能没什么事儿在家吧，前院后院成天搞这些东西。监狱了，是二十年吧。他出去他都不适应这个社会了。你看过那个《肖申克的救赎》吧？我跟你一起看的。哦，对，我刚才把嘴咬到了。是吧？真的。你吃这么急了吗？我没有很急，但是我把咬到了。这明天肯定就变成溃疡了。不可能，怎么可能呢？真的，嘴咬到以后就会变成溃疌。是吧？嗯。那咋办？这位置好尴尬呀。我老公刚才叫我出去看月亮，说今天晚上有一个超级大月亮。真的有超级大月亮吗？哇，哎，还好吧，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大。我看一下，看着很亮，很亮倒是真的。呀，哎，相机没有办法对焦，就是一个黑点，黑洞洞。这是个黑点吗？这明明是个白点。我的意思就是黑洞洞。又是一个大阴天，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一个晴天呢？所以我想说，那今天早上就化个妆吧，会不会让人？就是心情好一点呢，然后化了妆以后呢，又觉得说好像又不能浪费这个妆，就给你们大概开一下我最近收到的这些护肤品吧。前段时间不是各大电商都在搞活动吗？买了一些护肤品，没有，哎呀，Starsky，那就是送快递的，人家送快递，门口有个送快递的，我们家狗有点激动。好，这些基本上是我买的。让我说完好吗？哎呀，不高兴啊。给你们分享一下我都买了些什么东西吧。分享这些东西之前，先给你们分享一个小首饰吧。这个是一个 PR 的 gift， 菲多玛这个首饰品牌他们最近寄过来的，不是就长这样一根项链和一副耳环。我今天也没有戴首饰，就想刚好一起佩戴一下吧。我觉得还挺好看的，一个半圆圈的样式，中间有一颗珍珠，就是这样子。这个耳环戴上就这样，挺好看的。然后我把它配的这个项链也戴上了。天阴啊，就感觉气压很低，然后就感觉整个人就情绪真的是非常的不高涨。项链就是这样，我就拿到什么跟你们说什么吧。这个就是那个十全大补面膜，我也没有用过，我之前就看很多人分享过，价钱还蛮划算的，我就买了。反正给你们分享完以后，我这两天就能打开用了。这个面膜就长这样，这个是一个很网红的面膜，我有些修复啊提亮的效果，我没有用过，之后用一下再给你们反馈。然后是买了一个
这个叫 Dr. Dennis 果酸类的一个棉片，我的脸上经常容易长一些小闭口嘛，所以我就想说用它来试一下看去除闭口的效果怎么样。可是没用过，我也是看之前有人分享过，它好像是分为两步，第一步第二步还是怎么回事。然后是这个牌子我从来没有听说过，我也没有用过。在打折第一天的时候我就有发短信问安娜，我说想让她推荐给我几样护肤品，然后她就给我分享了这个牌子的这个 Treatment精华水吧。他就跟我说这个在二次清洁以后使用它的话，脸就会变得非常的有光泽，很透亮嘛，我不知道，反正他就跟我讲说很好用就对了。然后我就把它入了，买下来九十多块钱差不多吧。它里边好像是一个精华水，然后还带一个棉片，一瓶精华水，一盒应该是化妆棉吧。然后就是这个，我买了一瓶这个牌子的洗发水，就之前买过这个牌子的那个海盐洗发膏，海盐洗发膏是挺好用的，就深层清洁头皮的效果很好。但是它那个海盐洗发膏我用有什么问题呢，就是我用的比较勤的话，它容易脱发会变得比较严重。每次用那个洗发膏洗完之后感觉头皮是干净了，但是好像掉发的那个数量会增多，后来就没怎么用过那个海盐的洗发膏了。但是我就看很多人推荐这个洗发水，说它是什么藻树洗发水还是怎么回事，是针对于这种油头皮呀、啊、让你头发会看起来比较蓬松啊，深层清洁头皮的一个这种洗发水吧。我也是回头用一下再跟你们分享。然后就是几个 Diptic 的东西，这个我也是看安娜推荐，她就说 Diptic 的这个身体油、沐浴油 Shower Oil 很好用，我也是看她的视频推荐的，刚好打折有，我很喜欢这个香味，我就买了这么一瓶。然后哦对了，我买了一个 Diptic 的叫做身体膏 Body Balm， 它的这个质地有点像凡士林的那个质地，就是很厚重。我为什么买这个呢，是有一次我去 Diptic 买香水，在店里边顺道试了一下他们这个，因为我跟你们说过我的这个手肘非常的干嘛，我就用那个身体膏抹了一下我的这个手肘，然后回家之后我就发现我的手肘这个地方变得非常的嫩，我就反应过来应该是因为我在店里边涂了这个身体膏的原因。后来我就一直挺长草想要买这个，最近不是有折扣吗，刚好买它就很划算，所以我就买了这么一瓶。然后就是两瓶香缇卡的东西，一个是一个叫 Water Flower Liquid Oil Free 的一个乳液吧，我是在小红书上看的，因为我们最近天气变热了，所以我就没有办法用很厚重的东西，觉得会给皮肤增加很多负担，想用一些比较清爽同时又有一些滋润度的这样子的乳液，买一个这个试一下吧，不知道怎么样，好用的话也会跟大家讲。反正我看小红书上很多人推荐这个，我就买，还买了一个叫 Smoothing Mask 香缇卡的一个果酸面膜。这种天气很热，然后油脂分泌很过剩，毛孔经常容易堵塞，就容易起闭口啊、起痘啊，这个季节就很需要这种果酸类型的面膜。还有这两个，对，还有一个 Diptic 的一个发香，很划算。它这个发香单价本来就不贵，大概是50几块钱，然后反正打折下来我记得才是30几美金。发香和香水的区别是什么呢？不知道，喷一下啊。花香是这个香味儿，我很不会形容香味儿，很好闻。发香和香水的区别是什么呢？香水是喷脖子的，香水是喷手腕的，发香是喷头发的。发香可以喷手腕吗？可以喷脖子吗？可以喷衣服吗？不知道，反正挺好闻的。然后还有就是我买了一个 Sisley 的一个套装。这里一个套装，黑玫瑰系列的一个涂抹式面膜，还有一个面霜，趁打折他们这一个套组买下来很划算，我就买。然后就是三个彩妆 Charlotte Tilbury 的那个 Pillow Talk 闪片版本，就这个四个颜色全都是闪片的。这一盘我在眼睛上已经试用过了，我觉得它没有办法用刷子用，因为用刷子怎么都不是很显色，这一盘就是只能用手指涂，用手指涂的话那个显色度还比较高。然后我还买了一个 Bobbi Brown 的一个单色眼影，他们比较火的那个闪片色叫 Moonstone， 给你们顺道试一下吧。闪不闪，我就刚好叠在我今天的眼睛上，哇好闪。还有口红是 YSL 的，是它这个液体唇膏，然后我买的这个颜色是613，一个葡萄色酒红色，就是这个颜色比较偏紫红的一个颜色。还有一个这个 Bioscience 上官网也是打75折，我就买了一个他们家的这个玫瑰精油，我最近对面部精油非常感兴趣，我就买了这么一个套盒，因为他们这个套盒跟这个单价的油是一个价钱，然后他还送两个小样，还送一个这个面部按摩的一个东西，套盒还蛮划算的。就好，这就是目前我收到的前段时间买的东西，其实买的不止这些，还有大概1/3的东西到现在还没有发货，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可以发货。对，我还有一部分被砍单了，就是
说他们没货了，也没办法给我发货，那个就随缘吧。我没做饭，我这两天是不是吃的感觉脸圆了？你们今天中午吃什么呢？我们今天中午要吃红烧肉。我现在把肉焯一下水，炒一个菜花，凉拌一个黄瓜，吃米饭。今天中午就吃这些。先什么把米饭先蒸上吧，下午再烤个红薯吃。现在天气是怎么搞？饿呗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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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细雨纷纷。上一次我分享完意面的视频之后，有人问我这两个锅是什么牌子，在哪里买的。今天刚好要做肉，顺便给你们说一下这两个锅是在哪儿买的吧。这个算是我们家的一个炒菜锅，这个锅很好用。这个锅是我在 H Mart 买的，就长这样，它里边就是这样的材质，非常好用，相对来说比较轻吧。你看我一个手都可以把它端起来，就炒菜啊什么的，这个锅很方便。还有就是我基本上会做肉的锅呢，就是这个锅，长这样子，比较平一点的这个锅。这个锅是我在 Costco 买的，也还蛮好用的。但是这个锅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它太重了，就我一个手把它端不起来。但是一般这个锅我就用来做肉，就给你们分享一下。肉好了，肉现在都熟了，边做饭边跟你们聊一会儿吧。从刚出来了点太阳，这会儿太阳又不见了。我老公最近啊，成天都泡在后院，他在搞他的菜地。我一会儿下午可以带你们参观一下他最近搞的这些东西。看一下这个园丁现在在干嘛，他又给他搞了两个这个框框，里边准备种蔬菜和水果。他最近好沉迷于这个东西啊。你们能看到那些吗？那些是他前两天种的，希望他可以种成功吧，这样子我们家里边就有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吃了。中午的午饭，红烧肉，凉拌黄瓜，炒菜花，吃饭。前两天去 Whole Food 的时候买了香水百合，这一只已经开花了。我给你们看一下我啊，我在拆包裹。前两天 Crate and Barrel 上在打折，然后呢我就看了几个碗和盘子刚到货，给你们一起看一下。这碗好漂亮啊，一会儿把它们统一都拿去洗一下。哇，这个也好好看，这个是那种奶油色的，这个可以拿来吃面，然后这个就是可以喝汤啊，吃米饭啊，吃粥啊都可以。你记着，这个我也是买了两个，买了两个，然后这个碗我也买了两个，做的很不规则的那种感觉，反正我还蛮喜欢的。就这样，还有哇，还有一个比较浅的这种盘子，吃早饭啊，吃面包啊，就像一个托盘一样，黑颜色的，我觉得也蛮酷的。这个黑盘子我买了两个，还买了一个这样子粉色的，也是比较浅的这样子的盘子，粉色的也是两个，
最后，哎，我的妈呀，这里边还有一个箱子，最后一个是长这样子，一个比较深一点的一个盆儿，可以 do whatever you want to do 的一个大碗，三个颜色，我觉得这个碗也蛮好看的。这个 Crate and Barrel 的箱子就开完了，然后就是这个。大家记着把箱子拿回来的时候都得给上面撒那个消毒水啊，我是撒好消毒水之后才拿进来的。这个是 Neiman 寄过来的一个箱子， Neiman 终于有一部分东西开始给我发货了。说买的洗发水和一个眼霜，这两个上面外包装，看一下，剪刀上也喷一喷消毒水。我先不跟你们说了，我去收拾这些东西啊。准备做饭，把bagel烤一下吧。今天中午吃一个简单饭吧。上一周包的饺子冰箱里还冻了有一些，还有半袋的煎饺，所以今天中午准备把剩下的饺子吃了，然后把那半袋煎饺一煎，再煮一个燕麦粥吧。剩一颗西葫芦了，把这西葫芦煮在燕麦粥里边嘛，还有点青菜给煮。我的指甲怎么劈了？这么短还能劈吗？bagel烤好了。今天的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两狗今天的新造型吧，因为我带他们今天出去剪毛了。先看一下 Star 吧。Star， 你过来吗？你看一下，我今天是一个小老鼠，剃得好干净。但是我们的脸是 Schnauzer face， right？ OK。我们去看杜比。哎呦，杜比啊，嘟嘟，杜比在喝水。杜比把脸上的毛全部都剃光了。Hello， 杜比啊。哎，你们两个，一不注意就打架，在车上回来的路上那么相亲相爱。早啊，大家，今天终于是一个大晴天，窗帘一拉开，心情爆炸好。这个晴天就是我今天爆炸好。今天我们要出去到超市什么地方吗？今天不去，明天去。你放在那，我来烤。OK， 那你来烤这两个，我来给你煎蛋，好吧？对，好的。杜比，杜比在这儿呢。啊。杜比每天肯定都特别郁闷，我在家里一点自由的权利都没有，这是为什么？你头发真的好长啊。Sit, sit.